菊姐都来了，你可醒了？为什么要来？为什么？我不想让你看。 没有了，小凡啊，多大点的事儿？至于这样的吗？嗯，你再不济，有我呢，有菲菲和菊姐呢，多大点难事过不去？啊，醒了就好，你胜利了，你赢了，我们也胜利了，我菲菲，你医生啊，你找医生去，快点啊！哎，我也去看看。 这要吃着还好啊！啊，挺好的。那我下趟多带两瓶来啊。是。行。乔，啥时候办？行了，他是想问你呀、啊，和乔海洋啥时候办喜事儿？这还不知道呢，你们就别操心了。啥叫不知道啊？是你不知道还是乔海洋不知道啊？啊？ 是，你说呀，你看你熟极的。这是这么回事儿？叶小帆家出事儿了，乔海洋回北京去找他了。叶谁？叶小帆。哎，叶，你这姑娘傻呀？你怎么缺心眼啊？你看这叶小帆和乔海洋原先好的死去活来的，你让他回去找他？你呀，你怎么那么缺心眼呢？啊？ 乔海洋说：“叶小帆家出事儿能告诉他，那肯定是大事儿。”大屁！哎呀，这冒冒冒冒冒！我找！哎呀，熟了，熟了！哎呀，熟了，熟！你干啥去啊？你这找！你能上北京找他去啊？你看你瘸了吧唧的，能去吗？他……行了，哎呀，你说你也是这。 他要是不回来咋办呢？啊！我都想好了。那他要是想回来，怎么都回来了。他要是不想回来，咱们就一起祝福他们两个吧。你放虎归山。 舒和婶儿啊，是心疼你。你说你和海洋啊，也这么多年了，要是让海洋再给一耽搁，
你这大事可咋解决呀？哎呀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没事儿啊，没事。中药，大夫说了，你这个病啊，就得是中西医结合，中药调理好得更快。哎，苦吗？不苦啊。哎，是挺苦的。你问题是苦口良药利于病啊。来吧，听话，把它喝了，喝完之后好得更快啊。咱就先不喝，你跟我说说咋回事。麻烦你太多了。你不给我添麻烦，你给谁添麻烦？我不你最好的朋友、最好战友吗？你别管我了，我不想麻烦你，连累你，连累大家。撑不住了，小范啊，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儿，我心里多疼吗？我们，哎呀，你不对呀，小范，你说什么玩意儿？我得批评你。你好歹过去是兵团战士，你现在是一个兵团的老兵吧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就应该比普通人还要拿出一点勇气来，你还要坚强才对。这干什么呢？这是。别说了，你根本就不明白，不明白我的感受。我呢？其实什么都明白，因为我什么都知道。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的事儿，我都知道，包括你当初为什么不要我了，都知道。你都知道？我知道。你很。难，都知道。生活太难了。
菲菲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在这干嘛呢？海洋在里面呢。你也溜一下吧，小姐。累倒还好，就是我单位的人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我不能再请假了，必须马上去上班。你说现在小帆这样，孩子可怎么办呢？愁死我了。你说我现在我也不成啊，我哥跟我嫂子带着三个孩子刚回城里，都挤我那小破屋里去了，我现在也到处打游击呢，我是心有余力不足。你说小帆就算他现在出院了，但是离康复还有一段日子，他那个婆婆又只剩下半条命了，根本指不上。我们怎么办呢？我就是想混得好点，给小帆幸福。这就是你给他的幸福啊？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？你就这么好好照顾他呀？啊？我对天发誓，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小帆，为了这个家。我想混得好点，让他感觉到骄傲。没想到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耻辱。重回生啊，你俩搁一块儿多长时间了？他是一个虚荣的人吗？他想要什么生活你不知道啊？你说你让别人说你什么好啊？啊，庄回生，我是对不起小帆。海洋，他现在情况很糟，他太苦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他，啊！现在也只有你能帮他了。哥哥呀，什么事都交给你了啊！哎呀，我真是没办法了，我这太急了啊！团里边的事儿啊，全交代给你了啊。我就把大家交给你了，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大力哥，那个二浪这小子呀，你得归拢他啊！你没事，你没事，你就得归拢他。哎，哎，你得跟他说呀，是骡子是马就看这回。所以我说啥呢？青山演出必须保证，好吧？哎，有什么问题你先替我老弟扛着。哎，完了出问题我回去解决去，好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好。哎呀，谢谢哥了，咱就不说这话了哈。行，我这再待两天，我回去了啊。行，好，哎，完了你要吃啥你跟我说啊，我从这边给你带回去啊。好嘞，啊，交给我了啊。哎，好，咱长途电话不聊了啊。哎，好。
哪位说话呀？喂，小凡，觉得，你看这次海洋义无反顾的回来，然后扔下那么大一摊子事儿，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，这是一个机会。考虑什么？考虑什么？依我看呢，你俩就是天意。你想啊，海洋那么多事儿，然后他回来照顾你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叶小帆在他心中是很重要的。和庄慧生离婚，给自己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我现在怎么配得上乔海洋？以前配不上，现在就更配不上。我不是以前的叶小帆了。你是说你怕海洋嫌弃你？是我嫌弃我自己。菲菲，你不会明白。小帆，我觉得菲菲，你别说了，我和他永远不可能，我们俩永远不可能倒回去了。今儿咱就随便对付一口，你回来一趟也不容易，等下回哥们好请你喝一个啊。行，反正忙完这段日子有的是，胡吃海塞的日子全是。这次你多亏回来了。这叶小凡的病才有些好转。哎，你跟哥们说说，你跟叶小凡是不是那什么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俺俩现在就战友，就亲人，明白不？真的？哎，可我看你以前对那叶小凡啊，那照顾的真叫一无微不至啊。我们俩是战友，是亲人。所以我帮他什么都是应当应分的，我帮他什么都是纯朋友之间的情谊。你要说到这个，你跟菲菲比我做的可多多。那你说，可眼下庄慧生都这样了，这你跟叶小帆从前还那么好，哎，能不能重来啊？我现在心里边已经揣人了。啊？有人了，真的假的呀？啊，不是，还吃啥呀？吃，赶紧，啥情况？跟哥们说说，要不不能吃啊？哪儿的？哪儿的？哪儿的？还能哪儿的呀？北大荒子呗，你们认识？我们认识。醒醒！政治导员郑红梅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磕巴了你？哎，你说我这脑子啊，哎呀，你说我咋就这么笨呢？你说那会儿你俩天天走眼皮底下就刷刷晃悠的，我就硬没看出来。赶紧的啊，赶紧跟哥们说说，咋处上的啊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我也说不好，反正就是这么多日子，沟沟坎坎的，一块过来的呗。我认定他了，这位。行啊，哥们儿啊，有眼力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郑红梅真没得说，的确是这个，他能配得上你，也只有你乔海洋才能配得上他。你说你们俩真巧一绝配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好好，
天啊，咱俩没弄酒，有点缺点，这样，以汤代酒，咱俩把这汤干了，你干不干？干，来来，整一个。烫死我了！什么事儿这是？这不就我这我上哪我能饿死你？你听我说，啊！我告诉你，乔夫长现在不在，你千万不能走。再等两天啊！就算你是为了自己去赚钱，那也得等乔团长回来再说啊！乔团长临走的时候不说了吗？这青山的演出千万不能耽误。团长，团长在哪儿呢？团长都跑了，咱还在这干等个屁呀！你这，你散伙散伙。小芬走，不是有我吃的还能饿着你啊？走走走走。二郎，我们回我们乔高老庄过小日子去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现在要是走了，那你这个人可真是不地道了。哎，张大力，不是话你给我说明白点啊。我胡二浪怎么不地道了啊？不是他乔海洋走连个屁都没放，他就地道了。不，你这一天天，你怎么？你瞅没瞅着？我就看不上你这死出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问你，你说我乔大叔才走几天？这家人他作的，你要上房揭瓦呀你啊！哎呦我去！行不行？你就虎吧你！你怎么那么虎呢？你这家，那乔海洋上的是哪儿啊？啊，那是北京，咱这是哪儿啊？能比吗？哎呦我的妈！那北京有啥事儿啊？啊，有啥事儿？他有个屁事儿！哎呀，二浪你闹和什么呀？郑县长，过来看看大伙儿。你来的真是时候啊！你，这乔村长他干什么去了？他这是？这个二浪我可弄不准，啊，我可弄不了他，你这。这情况呢，赛姨都跟我说了，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不管乔海洋回来不回来，小芬，二浪，你们俩都不能走。那为啥呀？不为什么，这不是为团里，是为了你们两个自己。你说人家为什么请你们去演出啊？就冲着你胡二浪和高小芬的名去的，是不是？那咱们做人也得讲信誉，不是？剧团已经跟青山农场把演出的合约签了，不管你们团长在不在，你们不但要去演出，还得把演出演好了，这就是你们作为艺人的艺德。听没听过？你说，咱北大荒人最讲什么？你们说说，咱们北大荒人最讲什么？最讲信用，最讲情义。这么多大风大浪，大家都一起携手走过来了，我就不信了，这节骨眼上啊，就拖了团里的后腿，就一走了之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就是。还有啊，我在东北也这么多年了，东北老爷们的性格我知道，那都是铁铮铮的汉子。我相信，在这关键时刻，谁也不能做丢人现眼、背信弃义的事儿。二浪，你说是不是？听没听着？你听没听着？啥叫水平？这叫水平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走你自己走，我可不给你丢这个人。你，行，那既然人这县太奶奶都发话了，我花浪我也不是怂包。嘿，好来不济，那我也是东北纯爷们儿啊。你们寻我真要走呢？我那是再咋的，我也得等我那团长大哥回来。我当面锣对面鼓，我得跟他敲一敲。这还像句人话哈？红梅姐，你放心，这小子呀就交给我了。你瞅他以后再给我嘚瑟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行，这事儿啊交给你。没事儿，这算啥事儿啊？不算事儿。这家伙，这马屁拍的倒挺快。你这还红梅姐，人那是大县长。就你这水平，你还可拉倒吧！你再跟我说没有用的，那你让我说不？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少点劲！挺好的，解决了。那海洋没给你打电话啥的呀？那他能不能
真跟那个叶小帆。三姨，团里的事儿也解决了，你就看着把他们演出弄好了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吧。这不是事儿，那个我挺忙的，先走了，你自己注意身体啊。嗯嗯嗯，哎，那个三姨走了啊，走了。不是，小帆，你这么着急出院能行吗？我已经连累你那么长时间了，你们也有事情要忙。再说了，孩子也得需要我。你别跟我提什么连累不连累，我就不爱听这个。问题是现在你出院不行。我行。要不然这么的，我把俩孩子带走，带北大荒去。啥？带回北大荒？这能行吗？我就是烦，我就是不喜欢这地儿。亏你还是兵团的人，你说这种话，丢人！行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丢人！做人呐，不管在哪儿，哎，都得端正良心。啊，你看你还年轻，要经历的事儿还很多。这么说吧，满口的饭好吃，满口的话不行，说的太死了啊。连长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但我更知道我从这儿走出去就没打算再回来。没人请你回来，兵团不需要你这样的人。不行，孩子不能去北大荒。现在你想想啊，你就算出院，你这个身体行吗？虚得一塌糊涂的。你问题现在王婶还搁医院住着呢，对不对？你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自己都自顾不暇，老人伺候不上，孩子你伺候不上，你扯什么呢？可是我怎么好意思让孩子回去？什么叫好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了解北大荒，你也应该知道北大荒的胸怀。既然我今天说要把孩子带到北大荒去，孩子搁北大荒就不会遭一点罪儿。小帆，我觉得海洋说的很有道理。你想啊，北大荒又不差，而且孩子至少可以知冷知热的生活。这样的话，你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照顾王婶儿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小帆，我觉得海洋说的话也有道理，也靠谱。你再好好想想。想什么想？定了。沙发上坐着来。哎呀，咕噜半脚的，那家给我累的。哎呀，快下来！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你正好吃饭，来，给孩子匀一口来。来，快！海洋，啊，这是，呀，这是叶小帆俩孩子，这个是西西，这个是旺旺，这个是西西，这整不清楚他俩。你饼干呢？阿姨给你倒点水啊。哎呀，给我累的。来，吃饼干。哎呦我。来，拿着。我跟你说，红梅啊，不养孩子，永远不知道带孩子有多难。这俩家伙给我整的这一道上，太难了。也不知道人叶小帆这几年咋过来的。孩子发烧了。那
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送医院呢！哎呀，好好好，走，你我别。郑县长，这孩子贫血，体质又弱，这几天降温，肯定是一下车呀就受了寒。已经打了退烧针，怎么也得过两天才好。我看呢，就再观察一天吧。啊，明天回去要按时服药。是，张主任，谢谢你啊，麻烦了，哎，麻烦了。你说这整这事儿整。来了就病了，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谢谢，喂，起来了。谢谢啊。咱们不在这儿睡了，阿姨带你去吃点东西好不好？啊，那把衣服给孩子披上，给你披上。哎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赛爷，赛爷，哎，赛爷，哎，你可回来了？我回来了。孩子接回来的事儿，怎么不事先说一声啊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咋说呀？我跟谁商量去？来不及。小帆搁北京病的，一开始都差点下病危通知书。哎呀，那不容易。你说他自己本身病了，再带着两个孩子，这孩子不是这孩子也病了，谁整啊？你说，这样吧，喂，你看这孩子折腾的，这可不行。你们哪会带孩子啊？这有我呢。你们先回去吧。那我先带孩子去吃个饭。去不去？啊，麻烦赛姨了。哎呀，什么麻烦不麻烦？啊，好，那你在这盯着啊。嗯，你这点儿，不是你故意的呀你啊？谁故意的？能不能排？所以你这练好好的，你干啥？走，闹闹，闹闹，好好练一下，一会儿就到家，别闹了。你烦人！哎，你别撒嘴，我儿子。哎，看谁回来了？团子！哎呀，哥回来了！你哥回来了！你说你哥怎么着？你快快快！你可现形了，哥！那个会不会说话？不会说话，你别说啊！什么玩意儿现不现形啊？啥呀这？哥，你这两天没回来，那咱们团都快散架子了。有你这么说话，不是不挺好的吗？大家都在吗？哎呀，好啥好啊？那大伙儿都跟没头苍蝇似的，都不知道干啥了。哎，好你个花儿啊！你小子哈，你下去呢？恶人先告状。恶人先告状你啊？前两天是不是你啊？哇嗷喊叫的，你要走？哎，对，他又走了的。谁？你说的？你嘛？别瞎说，我那是，你怎么？我那是着急，你知道吧？别着急了。我不，我哥，我是怕你呀，我怕你在北京，你再玩起兴了，你再把我们哥几个给忘了，我怕这事儿。不过哥，有个事儿吧，我真得问问你，你到底还拿没拿我当兄弟？我怎么没拿你当兄弟？那你看，那你为啥走都不跟我说一声？完了，你从北京打个长途回来，你都是找张大力，你不找我呢？你咋？团长看不看上？嫉妒啊？还找你？找你干啥呀？你还真把自己当番菜了？还爷们儿呢？你就把，要你说话就不好听。咋的呀？人我是担心我哥，你知道吧？你说那大老远的，哎，万一他要碰上点啥事儿，那兴许我能帮点忙呢。行行行，得了吧，还帮点忙，你不添乱就不错了。你能帮啥忙啊？你帮忙跟你们这。乔大叔，说起来也是，那你咋在北京待那么长时间呢？大伙心里都没底儿了，还以为你真不回来了呢。我不回来，我干啥去？我上哪儿去？有个老战友，就是以前我们兵团的，前两天报了个病危。哎呀，大力哥知道，我就没让他告你们，怕你们着急。你说出这事儿了，能撒手不管吗？我们所有老战友全聚堆了，全跑北京去伺候啊，离不开人啊，就这么耽误了。
团长，你讲义气。哥，我服你哥。要我说吗？咱北大荒爷们儿，那就是讲情义、重义气，是不是？别瞎说啊！那我乔大叔可北京人啊，是不是？二浪这话说的还真对。你看看，我前天到北京去，医院的护士、医生都说：“大哥，你东北人吗？一口大碴子味儿，口音全变了，说不了北京话了。”你们要真能把我看成个东北人，那我高兴来不及呢。反不管怎么说啊，二浪啊，大伙儿，我呢这个事儿来得急，走了也没告诉你们，耽误这么长时间，给你们赔礼道歉。哎呀，哥，你看你这话，这我这说哪去？还有我最想说的是，我得谢谢你们，在咱们这个团，在我个人最难的时候，啊，谁都没走。都搁这撑着，把这个团撑起来了。哎，乔团长，你这么说可就生分了啊！郑县长有句话啊，不是为了你，更是为了我们自己。嗯，哎，对哥，那个郑县长还说了，说要是个老爷们儿，那就得讲信用，不能掉链子。哎，对哥，青山农场的演出你没看着，你是没看着，这家我们演的嘎嘎的，郑县长都夸我了。哎，人厂长还要说来感谢你呢，哥，谢谢二浪。谢谢小芬儿。哎呀，我不要这玩意儿。哥给你拿着呢。老李哥，哎，谢谢。多留份儿，哎呀，我不要大前门，我不要这个。谢谢你们，我真是我没法说了，太谢谢大家。来来来，分了分了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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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看你又谢上了，这么外头呢，快快快。对对，哥，你歇会儿，你别耽误，你别耽误。我向你汇报汇报。哎呀，去吧，一会儿啊，班长，这外道的，你这还带东西。来，今儿俩，来来来来来，走来，不换，现在先放了，来来来，啊。你看你又是。好好的，团长都回来了，你还在那儿扯啥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说你。非得给闺女添麻烦，这腿脚也不好使，非要来看闺女来。哎，喂，哎，等等等等等。哎呀，忘不了啊，忘不了。人闺女都当县长了，啥吃不着啊？非得要给带点山货来。哎，那个谁，红红红红红，郑县长没在啊？啊，我们郑县长啊，去乔团长那儿去了。乔？嗯，乔。哎，海洋，他咋的？出事了？乔团长的孩子来了。孩？哎。他有孩子，两个呢。哎，太近了。乔，乔，站住！站住！乔，老头子，乔。你别动真气呀！你再犯了病，乔，行了，我帮你喊，乔海洋，你给我出来，乔，哎呀，行了，老头子，行了，你别真生气，乔，哎呀，行了，乔，别生气，哎呀，乔，行了，头，哎呀，来了，这儿呢，干啥这是？这怎么？别生气了啊！怎么了这是？乔，你，哎，乔，你说你啊，你说你干的啥事儿吧啊？你看你把你生气的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干啥呀你们？干啥进来了？哎，行啊，赶紧干练功练功啊，别管这事儿。别动！你再行吗？你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后事怎么样呀？你演完，哎呀，行了，别动了，你打死我算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啥也不说清楚了，你这么打我，我能说清楚吗？你打死我要不？你喊啥喊？啊，喊啥喊？你看你干的缺德事儿啊！你干啥了事儿？啥？哎，你看你说那孩子咋回事啊？哎呀！哎呀，老头子！哎呀，可真别犯了病啊啊！老头子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呀，好了，别生气，我给你们解释，到底怎么回事儿。行了，哎呀，老头子，行了，哎呀，好了，行了。哎呀，这孩子。真稀罕人呢，长得像他妈。啊！哎呀呀呀！真是的，说，婶儿，
叶小帆家有困难，我们这些老同学、老战友，不能不管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考虑到实际情况，我工作忙，赛姨呢腿脚又不好。别说了，孩子，俺们俩带走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哎呀，你看那赛姨，你干啥用那种眼神看俺呢？我知道，以前呢，樱桃这件事儿，我是做的不对。你看俺们老高都成这样了，你打住吧。说了行吗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那虽说这俩孩子没跟我几天，我是舍不得这俩孩子。赛，好，知道。哎，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出发。哎，走了，急脾气，说走就走了。那我们走了，放心吧啊。这是说走就走了啊？那哪天我把买那个新衣服给孩子拿着。冬梅啊。